你们在干什么？改善伙食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快速反应部队？知不知道我们全团敬酒？指导员，我们喝了一点有分寸。这个到，第一，喝一点点也不行。第二，你已经醉成个鬼了。 我这个指导员好好说话是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无法无天了！知不知道这是军营？要是打起仗来，你们还有战斗力吗？报告，绝不影响战斗力。你看哪次出征前，革命先辈们不来碗酒，喝多了照样上战场，喝多了照样杀鬼子。 你看那醉拳，他提高战斗力。教练，我，你不是我的兵，回六连，跟你们连长指导员自首去。是，滚！梁宁，到。 谁的主意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到拳头底下站着。是。